十二日起，中天综合台最新一季《中国好声音四》。哦，没有放过这么大的风筝呢。好，所以老师你说直接甩一下就好了。慢慢放，慢慢放。慢慢换，风的这个力道还蛮大的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要叫你戴手套就，你感觉这个热热，有热热的，对，不是甩一下就上去了。你只要有大风，三至四级的风就可以放的风筝。哇，我可以一秒变风筝达人，而且老师在旁边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超可爱的章鱼造型大风筝，在老师们的指导下，造型大章鱼总算顺利升空。这里是位在新北市石门的国际风筝节，中秋连假吸引不少大小朋友。那你有放过风筝吗？有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过来走走，这样带小孩子来放一下风筝。你那些大风筝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脚踏车的那个。脚踏车哦。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很，它骑得很可爱。除了超逼真的脚踏车，还有熟悉的海绵宝宝以及超大红爱心之外，就连一串的台湾黑熊也来凑热闹。而且最吸睛的就是用48条尼龙绳勾起的环状风筝，怎么拍都好看。超过10个国家的选手风筝，比美比人气，也为阴天的北台湾增添更多色彩。记者林伟赖思豪 SNG 报道组新北市采访报道。